你一定会觉得奇怪，我这一次的蟹盆呢，怎么放在楼上，没有拿到我们的温室里面啊？最主要温室呢，因为疫苗的时候被瓜牛，完全的啃食，所剩无几，所以现在又把它搬上来。最少在夏天的时候，瓜牛盛行的时候呢，可能就先在上面疫苗或者。改变一下，这个小小温室的一个做法，否则的话，可能暂时还是没有办法把它移下去。OK，我再思考看看吧。长果上经过铁布衫的照料了，哎，你可以看见，这个小桑葚的芽呢，终于长出叶子了，要不然它都被山羌给 K 了，所以。整个杆子就变跟光杆司令一样，都没有侧枝，现在只好把它先用金钟罩罩着，让它长命一点，我们再把它拆除。OK，加油喽！